这边应该是两个人呢。给一层，磁铁，找黑妹吧。 摘，佣兵来了！再打一刀，二级技能。 这家伙修的好爽啊！不能探椅子，不能探椅子，探椅子我就没了。 三层啊，他下来很难缠了，磁铁会来救他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要么拦住不让他救人，要么下来把他秒了。OK， 应该没治愈了，掉在这，没人敢走了。别跳第一跤，那就好笑了。哇，这咒术师。
秒倒都能打平，这个 F 鬼只能当个第三手屠夫了。我还是拿稳一点的吧。调香师。哎呦，卡我了，我靠！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他知道我插眼，他直接就溜了。送了我一层存在感。有鸟。哦，我才发现有鸟。既然他叫了鸟，那就杀他。插个眼，手压电击，防止那个调香师去补。等我隐身，速度很快的。应该没球了，也不会秒救了，这边是要去摸人。过半了，你没球了。周叔叔那边插了眼，给前锋也插个眼。然后把黑妹挂了，调香师肯定要去摸前锋，黑妹这时起不来。应该没什么用了，前锋没人摸，
僵尸，OK 去了。我都差点眼，这样一来就能控局了，跳不掉。丢眼！训练有点差啊，前锋翻出来了，怀表，磁铁，看看。下一个不认。还没加速，有。我以为他没加速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完了，这一刀摊的血妈崩，摊出事。干嘛要弹汽油刀啊？前锋没球，他在废墟里面蹲着。
估计是卡死就。博主是刚才点了，他肯定要过来了。哦，并没有。我没治愈，把他打倒，然后就挂魔术。哎，这个刀。等无人，我感觉没必要。我感觉不如守他，守他方便一点，只不过前锋有怀表，无所谓，他来救的话我把他打倒他没治愈，一样的结局。前锋来了，打前锋，20秒应该打不开。魔术师还有一个魔术棒，打中了。挂得到的，有一刀斩的加速。但是前锋我怕先知去开门，然后把前锋摸起来了，那样的话就平了。你看前锋是倒在那个大门口的，没有，他跑掉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送温暖呀。像是个机械师，魔术，滑板加速用了。我这边要交分身了，这都没打到吗？我都惊了。
十秒钟之内。哎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急了。修了一台电机。调音师是什么意思啊？投了，我这打针对。好像是又来了，然后这次要扛到死。魔术师不灵性啊，帮你扛你都不要。喷香水，这个人很喜欢就是在这玩，招了我就走。省得丢不认。又要交了，你交不交？还敢回来？这个厄运可以。